内江了，今天带着世界吃内江。世界钱带够没有？分期付款嘛，不够。看老板愿不愿意哈？愿意。嗯，有没有偶遇的朋友？快快点！给世界逛了一大圈儿，看见这边美食街。是中大三元简易木工作，人工美味，新鲜食用玉米饼，现推现做，新鲜制作。玉米饼，口味适中，来我们两个一起玩农业开发，看看，农业开发呀，刚刚学的，红圈，看看。就可以，哎呀，那你得像你去年弄那个吧？嗯。
这已经快八十了。已经可以啊，就拍个路看一下可以。吃的用的都买了，走了，回去了。